体育杯空手道比赛，今天晚上产生了各组的优胜选手，他们并且在比赛之后的颁奖仪式上接受了颁奖。今天比赛的结果，在个人自由对打方面，第一名是陈谦，第二名是戴鬼南，第三名是陈招财。在个人群比赛方面，第一名是黄炳元，第二名是徐明星，第三名是戴桂南。另外还有精神奖，第一名是赖焕良，第二名是刘昌琴，第三名是邱颓焕。颁奖典礼是由中华全国地级委员会主任委员胡伟克主持。今天晚上的比赛吸引了大批的观众，